这是泰拳擂台最为悲惨的一幕。年轻拳手在比赛中丧命，对手也因为这次意外而主动退役，承担起责任。虽然我们大多拳迷都不愿看到这样的人间惨剧，但每位选手踏上擂台就像是出征的勇士，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。突发的意外、裁判的态度、现场的救治团队，都会成为阎王手中掌管生死的催命符。就在上个月15号，在泰国的一场拳赛中，由泰方选手潘东猜迎战法国拳手安东尼杜兰德。这原本是泰国众多比赛中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比赛，却成为了双方职业生涯最后一场谢幕战。比赛开始，双方都是年轻的拳手，所以在打法和战术上，相比于老牌拳手的沉稳，他们的出招会更加激进。你来我往的试探中，双方进攻行云流水，势不可挡，仿佛每一次出拳都用尽了全身力气。当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杜兰德瞅准时机，在躲掉小潘的拳头之后，迅速用凶狠的组合拳回应。通过比赛可以看出，杜兰德虽然是外来的和尚，但丝毫不输本土泰拳手，更快的节奏，更精准的出拳，几带鞭绳，连削带打，也让小潘摇摇晃晃，脚下拌蒜。比赛进行了第三回合，小潘率先出招，一记高扫踢之后却重心不稳，摔倒在地。在前两轮摸清实力之后，杜兰德更是越打越顺手，你给我一记高扫，我必还你记重腿。紧跟着，杜兰德打出冷招，转身后的快速肘击直奔小潘的额头袭来。在转身命中之后，杜兰德只需一记抱摔就让小潘狼狈的倒地。不甘示弱的小潘站起来后踢出一记高扫踢，杜兰德反应极其灵敏，利用身体快速后仰，让这一腿擦头而过。但是接下来的一幕就是杜兰德的以腿还腿。在泰国本土的比赛，小潘当然不想在同胞面前败给眼前这位外来和尚。小潘还想再上，却在杜兰德的掌控之下再次吃到了一记重拳。这一拳一定很重，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到，在杜兰德的拳头击中之后，小潘被震出了满天的汗雾。好在回合结束的铃声响起，让小潘得到了短暂的休息。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，留给小潘的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赌上一切，寻求终结。在比赛的第四回合，小潘是火力全开，更加激进，不断的快拳快腿组合连击，却无法打破杜兰德的防守壁垒，反而是再次进攻中，在踢出高扫腿的同时，被杜兰德后发制人，用更快更准的扫腿狠狠地踢在小潘的大腿内侧。这一击让身体腾空的小潘瞬间失去重心，躺在擂台。如果说前面的回合中小潘一直处于劣势，但至少还有翻盘的机会，那么第五回合的较量，小潘将会被杜兰德彻彻底底地打入地狱。当第五回合还剩一分多钟，杜兰德推开小潘的缠抱，利用后退拉开了距离。在小潘想要进攻的同时，他再次快速旋转身体，利用身体的巨大惯性打出了一记夺命肘击。来不及刹车的身体惯性让杜兰德顺势用力一推，小潘在倒下的同时，脑袋和地板重重的碰撞。这下小潘再也站不起来，当场陷入了深度昏迷，被送到医院后进行了抢救。但经过8天的救治，小潘还是没有逃脱死神的魔爪，于2022年7月23日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医生给出了结论，潘东猜在遭到撞击后脑部大面积严重出血，陷入到不可逆转的脑死亡状态。这一年小潘只有25岁，曾经代表泰国国家队在东南亚运动会赢得银牌，并在世界业余泰拳锦标赛为泰国队斩获了一枚金牌，现如今却在最好的年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21岁的对手杜兰德在得知这一噩耗之后，当即发布了退役宣言，这是他努力打拼的第28站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。他决定从此退出拳坛，一心照顾小潘的家人，并在经济上帮助小潘的母亲以及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，直到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不需要为止。不是因为我不敢打了，而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信仰，我只是为了登上顶峰，而有的人却要为此付出一切。仅仅一场比赛，两位年轻的拳手因此而改变了命运，一位告别了拳台，一位告别了人生。这就是真实的格斗世界，不仅有拳拳到肉的快感，还有背后所看不到的伤感。其实在每年的格斗擂台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意外，就像在今年6月，南非24岁的准拳王西米索经过没日没夜的苦练拳法，梦寐以求地踏上了拳王争霸赛，却在当天的比赛中出现了这诡异的一幕。前面10个回合的较量，西米索已经占据了优势，但就在第10回合中，他不慎被对手击中了下巴。他凭着仅存的意识，把对手逼到了边绳。
可就在接下来，西米索的行为让所有观众不寒而栗。只见他走向拳台的角落，对着空气不断的奋力出拳，裁判和对手也被这一幕惊呆。随后裁判立马抱住了西米索，并及时的叫停了比赛。虽然西米索在想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在头脑神志不清时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在战斗，甚至是和自己的灵魂搏斗。这场较量的结果是对手赢下了比赛，而西米索却陷入到了危机。他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已经出现了昏迷状态，在医院的检查结果同样是脑部遭到损伤后出现了大面积的脑出血。两天后的6月7号，医生宣布西米索逝世。在震惊拳坛的同时，对手的个人社交平台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网暴，网友甚至自己的邻居纷纷对他进行了指责：你是彻头彻尾的恶魔，你是整件事情的凶手。尽管对手尽量的解释，我没有想夺走他的生命，我只是想拿下冠军，让家人生活得更好而已。因为在他4岁那年，他的母亲就已经去世，他是家中唯一赚钱的人。经过一系列的在线仇恨，也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甚至萌生过结束自己生命的可怕想法。格斗擂台就是这样，无论是泰拳还是拳击，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在不断完善规则，但只要是对抗性的运动就无法做到零伤亡。就像丰玉修的那句话，既分高下，有的时候也决生死。好了，感谢观看本期视频，欢迎在留言区聊一聊你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